多兰剑还多兰多兰剑吧。猴无所谓了，随便带吧，带啥都行，无所谓了，带啥都能赢，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。我这恶霸，恶霸，全军出击！哇，恶霸，你看，大家好，我叫恶霸，也可以叫我小名爸爸。一级学个抠。赶紧 A 兵啊，攒怒气，抠一下，抠完就走啊，那一句怒气越多，我们的这个威胁就越大啊。吃药了，抠一下，插个眼儿，猴啊，打破了晕住 A 接扣走，猴哥没血了啊，猴哥，猴哥回家了，不会吧，猴哥居然要回家，我是没想到的啊，我给你送回去，来，你确定你能打过我 ？A 接麻布溜，平 A， 平 A 接扣，他打个伞不错啊。我不上了，你自己玩去吧。我这些血我秀不过这蜘蛛，溜了。哎，咱先来个小反甲。谢谢小丑花花七七，先用飞天的蜘蛛有多菜，他不是菜，他是觉得他一开始就能打得过我，所以他直接就放E，你知道吗，他觉得我没有多少血，他肯定能打过我，这属于什么，这属于计算伤害不到位。好像蜘蛛要来了，我看是不是，咱去查个眼儿去啊，看看这蜘蛛在哪里，他给惩戒交了，挺好，逼了他一个惩戒，无形之中咱们就取得到了优势。这是谁插的针眼儿？为什么会在这里插针眼儿啊？晕住一个扣一走，一回来，这波咱就不回去了啊，等着猴补完刀我们可以继续压他一波。
搜一下，一过来，除非他干嘛呀？这他就闪现了，我是没想到的啊，猴哥，这波猴哥居然闪现了，那下波猴哥不死了吗？直接吃个药啊！W 点炎开大招 AD 抽，操我的猴哥！抽一下，这波没有炮车，我们可以再吃一波兵，然后回家。回家了。我不瞒你们说呀，上回我撕那腿毛，我的腿到现在呀还痒呢，毛都没长出来。这样出吧，完事还就是那毛孔啊，感觉都有问题了，这都红了，你知道吧？又红又痒的。一下，铁刺鞭。咱们来控一波线啊，沐浴他们的血迹吧。这一波不能控线了，这一波不能控线了，因为蜘蛛的蓝刷了，我得去把它蓝打了。为了我们的队友，我决定线都不控了。这猴哥怎么回事？先晕住，抠一下 AD 走。A 接抠铁字鞭，我把蓝打了去。这就是大局观，没错。为了我们的队友能拿到优势，能让打野有优势，我不惜放弃了我卡兵线的机会，来将蓝 buff 拿掉。这蜘蛛肯定很气，要不来干我来了。那很可惜晚了，我收完回家了。这波不能回家，为什么？因为蜘蛛去打峡谷先锋了。哎，我们先把猴的血给他压一下啊，先压一下这个猴的血量，晕住，然后走。去啊！来晕住 A 抽，你还把我 E 给我断了，我操！100块不能给，我也不能给你。你说你连个屁都不放，你来都不来，你还抢峡谷先锋？没有我过来，峡谷先锋都白给了，那傻逼！但他挺不见啊，我们只是发泄一下。滚蛋！别吃我塔皮，我毒的，讨厌！
干啥呢？猴哥，不愧是我的猴哥点心，吃我的塔皮，你要为此付出代价。猴哥干得漂亮，我直呼内行。放一下得了，他俩都没技能了，打个单狼。回家了，刚才一没好啊，确实啊，确实一没好啊，但我可以闪现，但我觉得这皇子不配让我闪现，你们觉得他配吗？我觉得他不配。咱直接来个蟹手啊！401就700块钱了。到处收兵，看啊，到处收人家兵，你以为你是蓝枪啊？哦，其实刚才都可以直接越塔，都可以，我就是怕那蜘蛛一玩我，他们不管我了，就有可能我会死。这猴有二速鞋吗？试试看吧，能不能杀？有小兵的话可以扛住。我杀了他。看你能有几个惩戒啊，看你的伤害能不能有我高，俺俩各凭本事。操，你收蓝没事，你收吧，我收三狼去，这回你还有惩戒没？总有你没有惩戒的那一天，我告诉你。看看这派克搁哪？收，一上来点燃，一走开大招 ，A 滑破那和谐弹，平 A 接头，再平 A 走 ，A 闪现 Q 三个 ，E D 晕住，来打我 ，Q 一下。走了。
哎，你这不上啊？你上去给我杀他！因为我刚才的装备没有多好，我的装备也就那样吧，我连卸手都没出来，不能拆了。看看人家阿卡丽，嗯，玩的又好，人也好，把他眼儿给他排了。哎，我外面是有音乐吗？为什么会有噔噔？你在唱歌？谁在唱歌？卸手出了，我马上到。飞波 Q， 上高地吧，拆吧。我把他拦倒了。再把蛤蟆打了，我感觉我现在出去一个打他们家五个应该不成问题。当然前提对面吧，不能说是再加个防御塔，应该没问题。不能有防御塔。没打啊，没事，对，各机军柱和谐战斧不上死光了，一周一回来军柱上高地，黄子咱是救不了，没办法，这有个派克。哎，为什么卡莎平 A 我一下会带魔法伤害呀、啊？卡莎普通攻击也会带魔法伤害吗？一上来就晕了，啊，晕了。卡莎被动不是那个打五强吗？中路高地上不去，我上上路高地了啊！别太嚣张啊，快点走，我有闪现，你再敢瞅我一下，我可能就这个怒气就上来了啊，
现在你赶紧给我走，我还能咬你呢。这个派个回回这个样子，我实在是有点受不了，为什么要野我？拜拜。没有大了，不打了，容易被人给玩死，算了吧，我们先回来。2750，我是先出反甲呢，我决定先出反甲，再出振奋，最后再出死亡之舞。不得，不出死亡之舞，我们出九头蛇。现在对面就是魔法伤害比较多，我可能魔抗会不够用。我也可以直接来个振奋，先回家做振奋。无敌了。自言自立不就是？自言自立没有回血呀，要这个治疗效果25%提升呢。他们也不跟我打，先把这假猴给杀了。这不出门啊，这我鼠标有点泥巴，等会儿啊。让队友先上吧，我就不上了。我上去他们也不能跟我打，我先打后生，我不想上去打先生。这也不打架呀，晕住小驴人 A 接头和血战斧平 A 逼过来，给我晕住了。爆破黄子儿，不要刷屏，兄弟们啊，不要刷屏。